这个节点目标的完成对我们下一步工作具有重大意义。首先我们通过中导洞开辟更多的主动工作面，同时的话我们也为双主动探明了地质，为2025年项目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胜利号 TBM 硬岩掘进机是集机电液于一体的隧道专业化施工装备，它具有施工效率高、安全风险低、人员投入少的施工特点。它跟传统钻洞法相比的话，是普通钻洞法施工的3到10倍，节约工期20个月。